在丈夫心里没有分量的四个表现对照一下，我特别希望里面没有你。第一，总是打压你，无论你做了什么，在他眼里都是不及格的，你再努力也达不到他的要求。第二，在他心里你的排名是最后，无论今天什么日子，你的生日也好，结婚纪念日也罢，只要哥们打个电话立马走人，甚至啊，他同事有点事儿也比你重要很多。第三，每天说话不超过五句，回到家即便你找话跟他说，他也只是嗯啊哦。第四，一吵架要冷战，想要吵架你发现你跟他都吵不起来，你一跟他说话他就躲，还美其名曰我要冷静一下。